Hello，大家好。哎，昨天那期视频啊，是一刀没剪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中间有好多段的停顿啊，还有好多重复的地方，其实都是留着后期要剪一下的。老王的视频要做一些剪辑啊，或者后期的编辑，一个是要配上字幕，另外一个呢是想把一些贴图啊、一些证据啊摆在那个视频里面，这样方便大家看。然后老王也是一个东北人啊，这个普通话呀说的没那么好，这样呢就配上字幕也方便大家去看。但是，这个国内的这几个剪辑的软件我试了一圈都不行了啊，就是我的这一期视频，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啊，袁隆平啊，那个钟南山啊，包括境外的那几个网站啊。这样就是视频插进去做了修剪之后导不出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换了好几个软件，到最后算了吧，就那么着吧。哎，看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。我也是希望能够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啊，可以把一些在录影的时候顺嘴说出去的一些名词，或者说是太敏感的东西啊。也筛选一遍，做一下自我的阉割，没办法啊，人还在墙内，所以呢，视频的质量不是很好啊，大家多多包容吧，啊，只能说多多包容了，也没别的办法。实在你觉得老王这个水平不行啊，你就该取关取关啊，老王理解。今天咱们也不说太多。因为剪辑的软件还是不好使，我所有的登录啊，包括苹果手机自带的那一款，也是异常，就是只要打开就显示异常，秒退、闪退这种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也没办法剪，也没办法配字幕，所以大家还得继续包容啊！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再找着什么特别好用的。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吴京这个人啊，我在朋友圈里。6号左右就发过一期那个帖子啊，就是长津湖最火的时候，我说吴京这个人啊，不得好死，哎，然后有些朋友就说我是在诅咒人家，其实不是啊，他连预测都算不上，这是一个必然。老王从那个历史书啊，或者说是从人性的角度，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的角度都能够得出这样同样一个结论，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，或者说是回想一下咱们看的历朝历代的宫廷斗争，哎，是或者说是那种宫廷剧吧，哎，后宫佳丽三千，那么最遭人恨的是谁呢？是不是就是最红的那个？哎，是不是最受宠的那个？皇帝如果专宠哪个妃子，那完了。哎，这2999个啊，这个后宫佳丽全恨他，都恨他不死，想方设法弄死他。别管到最后自己能不能被皇上宠幸，但是也要先把他弄死再说。吴京现在就是这个位置，哎，御前红人，最遭人恨，最遭人恨，满朝文武都恨他，不只说是奴才恨他，谁都恨他，对吧？凭什么钱端你挣了？凭什么爱国主义题材就得你丫的去拍？凭什么中宣部啊，中什么部，对吧？三个部委全都联合投你吴京的片子，凭什么？哎，然后你的片子拍出来，所有的电影院得强制排片儿，哎，要在黄金时间必须拍，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啊都得下号召。哎，各级党组、什么各种协会、工商联啊、办公室啊，哎，都得那个下文儿，哎，必须去看，也可以不看，哎，但是钱是要交的，这笔钱甚至都是那个协会啊、党委出的钱，哎，包场去看。这个《战狼》从《战狼二》开始啊，厉害了我的国啊，我和我的祖国。还有一个就是《流浪地球》还好一些，因为在黄金档嘛，春节档，加上这一部片子，很多场次啊，很多场次里面根本就没人，根本就没人，但是所有的座全卖掉了，哎，所有的票都卖掉了，这个票房的水分啊，就比吹牛逼吹的还大，
因为这种片子本身就不应该拿票房来衡量。之前老王有期视频聊过，它是属于宣传片，对吧？它跟票房没关系，票房是评价一部电影商业片的。你这个是一个宣传片，是党和国家以及有些部门啊宣传自己某些思想的东西。那么你拿票房来评价这个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是吧？是用国家公器在欺负人。哎，太不划算了，太不合理了，哎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啊，在国内，特别是最近这一年多吧，胡锡进都已经被围攻好多次了吧？胡锡进那真是奉旨啊，奉旨雕盘的第一人了，就是因为胡锡进太红了，太红了。哎，各种讲座呀，各种论坛啊，包括今年这个什么互联网大会啊，国际互联网大会，在一个兴建防火墙的国家召开那个国际互联网大会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讽刺啊，一个笑话。但是连续召开好多年了，胡锡进还跑到会上主讲嘉宾，哎，那副嘴脸，哎呀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就来这儿啊，我要骂美国，大家都说老胡是骂美国，哎，就是那一出，简直就是他们一二椅子，哎，正常的那个太监腌完了，我估计也就是这个状态，哎，甚至达不到胡锡进这个状态。太监腌完了，了不起是不长胡子，对吧？哎，然后有一点二椅子那个味儿。但是老胡那一德行，那一德行，因为今天实在没地儿给你们加这视频了，大家可以搜一下，他简直就是从身体到灵魂带思想加精神，哎，四项全阉，哎，全面阉，德智体全面阉割，哎，才能搞出老胡那个德行，就那副嘴脸，哎呀，来呀，啊，就那样，我靠，我看着真恶心。但是这种人啊，钱是赚的。真厚啊，一年大几千万，大几千万。老王说每一句话绝对有证据的，一年大几千万挣着，凭什么呀？哎，多招人恨，你知道吧？中国人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个就是民族劣根性啊，哎，恨人有，气人有，哎，谁比自己过得好啊？他不去想啊，人家为什么付出了多少努力啊？他不想，他从来不想，他就琢磨着他恨你。哎，你只要比他有钱，他就恨你；你比他过得好，他就恨你。甚至你家里边吃点肉，他家吃不起肉，哎，他也恨你，他就恨着恨不得把你拉回到他同一个坑里去玩。哎，只要说是咱们一起穷，哎，一起烂，哎，一起缺德，啊，一起那个不要逼脸，哎，大家就好了，他就好了，最起码显不出他来了嘛。咱们一起烂。哎，一起烂，那个圈子里边就是奴才那个圈子里更是这样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凭什么你就比我有名气？哎，凭什么圣上就喜欢你？哎，凭什么你就能接到这种课题？凭什么你就能去到那种场合啊，当嘉宾去挣那么多的钱？凭什么？哎。因为这种活儿很简单嘛，只要不要脸、下贱、德智体全面阉割、自我阉割，对吧？哎，就能干这个活儿啊！哎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奴才，凭什么你比我牛逼呀、啊？就跟大汉朝那个邓通，对吧？哎，那个给圣上舔菊花、给圣上吸脓疮那个，他也是遭人恨的，多遭人恨，你知道吧？在当朝，哎，他舔菊花的那个皇上，哎，那个汉文帝活着的时候。肯定是宠幸他呀，为啥呀？他给自己舔菊花，给自己吸脓疮啊，哎，比自己的皇子还牛逼呀，还那个忠诚啊，自己的皇子啊，让吸一下，皇子真恶心，他吸的那香的都不行，这吧唧嘴，那味儿就是好，对吧？哎，那么他最遭谁恨？你说他最遭谁恨？是不是最遭那个皇子恨？所以汉文帝一上台，头一个就先把他弄了，哎，太恶心了。就是说舔菊花都不用你，哎，李承鹏有个文章啊，李承鹏老师有篇文章说了，没有人愿意带一条老狗去打猎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你那条舌头舔过前朝啊元老的菊花，舔过上任主子的菊花，你再给我舔菊花，我嫌你脏，我也嫌你脏，我要找那种干净的舌头。
对吧？你像那个司马南这种，哎，舔了2届了啊，把那个薄熙来、王立军全给舔残了，对吧？全给舔死了，哎，又把这个傅政华也给舔死了，沾谁谁死。这个当然咱不能说是这2届人啊，或者说是司马南爱主，只能说这个人啊，哎，他那个谁沾谁倒霉，哎，这个不太聪明。但是现在司马南都恨那个胡锡进，都恨吴京，你就可想而知啊，他们这个小圈子的内卷到什么程度了，是吧？所以老王有时候去说一下那个什么胡锡进不得好死啊，吴京不得好死啊，钟南山不得好死啊，其实基于的逻辑啊，或者说我的理论依据都在这儿，哎，就是这帮人啊，遭人恨。遭人恨，像我们觉得恨的是这一个群体，他们恨的是一个个人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我们恨的是他们荼毒这个民族啊，他们扰乱这个社会，他们把整个社会的风气、人文啊都给那个扰乱了，对吧？哎，国家未来没有希望了。哎，他们是这个体制的基石，或者说是愚民的工人，哎，愚民工人。那么。这帮啊，司马南啊、胡锡进啊、吴京啊，他们之间互相憎恨，那个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哎，那个是同行之间赤裸裸的仇恨。这话郭德纲说的是吧？哎，因为，哎，好吧，今天视频也不录那么长了，因为没有剪辑的话，我是一直绷着一根弦儿，就怕哪句话说错了，前面又要重新录。在国内啊，真是越来越紧啊！最起码，从那个10月8号啊，新出台的这一个互联网的和那个互联网新闻等等吧，这个限制一共6条限制嘛，都是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什么新闻采编呐，视频影音啊，甚至公众号都不让写了，专栏也不让写了。那么从这天开始啊，也就是说是。墙内所有的软件，我估计都会比以前更严。到底会严到什么程度，老王也不知道。反正现在我知道的一个就是视频，只要有一些关键词一出来，甚至有可能是我这张脸一露出来，这个剪辑软件都用不了了。再试一下，如果还是用不了的话啊，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每期老王的视频都直播。哎，就直播，直接直播，说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，我觉得这样更好，是吧？啊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包容，感谢大家的理解，谢谢大家。